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贤首品》第十二、第四段：明无方大用分。前面我们学习普贤的十愿，我们学了八愿，今天看第九愿，恒顺众生。顺是随顺，恒是永恒，永远随顺众生。这桩事情看着好像是很容易，实际上真正能做到，只有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为什么呢？没有见性的人，决定不能够顺众生。为什么呢？一定有自己的意思。我要把自己的意思放弃，来随顺众生。这个叫不叫恒顺众生呢？不叫。这是普贤菩萨誓愿的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搞清楚。普贤行是大乘里面登峰造极之行。普贤实愿是谁修的呢？化身菩萨所修的。不修普贤行愿，就不能成佛。那我们这个地方的成佛，不是讲的究竟圆满佛，不是说的。说什么佛呢？破一品无明，正一分化身，这个人就是佛了。正如同中国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诸位要知道，见性成佛的那一尊佛，在华严经里面呢，是初住菩萨。他真的恒顺了，从此之后啊，真的是恒顺众生了。为什么呢？无明断了。无明是什么呢？无明是起心动念。这是我们在讲习里的用这句话讲，大家好懂。确确实实，起心动念就是无明。起心动念非常危险。这是法性的性德。这个顺子了不起啊。在中国古代，
已经明白这个道理，明白到什么层次，典籍里头啊没有说明，它不像佛经，佛经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啊，你看看中国古老啊讲究什么孝顺啊，什么叫孝啊？能顺这才叫真正叫孝啊。这个字非常不容易做啊。啊，所以讲到孝顺，我们一定会想起舜王啊，大舜啊，大舜对父母的顺啊，对父母的孝顺，是不是普贤行愿里面讲的顺？不是的。为什么？因为顺还有分别之处啊，当然有起心动念，啊，所以舜王讲的这个舜，我们可以说人天成的很顺，而普贤行愿里面讲的顺呢，是化身大事的很顺。临四都不一样啊，化身大事的很顺，我们凡夫没有方法体会到，啊，可是我们看到日本这个科学家江本博士做的这个水实验，今年是11年了啊，所以从这个实验当中呢，我们体会到啊，化身菩萨了恒顺众生的一点点的讯息，这一点讯息非常可贵呀。没有这个讯息，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体会到。啊，你看看水是矿物，它不是生物啊，它是矿物啊。啊，为什么我们科学家不说它是生物呢？那就是说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执着，它也没有分别啊。动物一定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啊，植物呢要细心观察，哎，它也有这种现象，矿物这个现象看不到啊，但是在实验里面呢发现的是，哎，它有感应啊，实验当中证明水它能看，能看文字，
能听啊，他让他听音乐，看他的反应，哈，懂得人的意思啊，人的善念，不善念，他反应显示出的图案不一样。那么谁对于一切众生起心动念的反应，是不是普贤菩萨所讲的这个恒顺众生有一点像？他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也没有起心动念啊，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啊。这是什么呢？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能力啊。像佛在华严里面所讲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个就是如来，就是自性，就是法性。一切众生呢是法相啊，啊，所有一切现象从哪里来的？宇宙从哪里来的？时空从哪里来的？我们讲时间空间，时空里面所有的万事万物从哪里来的？佛说心性识别啊，这是我们自信啊所现。这个境界森罗万象，千变万化啊，这是什么回事呢？叫识变。识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所以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外面境界相就千变万化，刹那不住啊。我们所感官感受的这些现象，这些现象呢，实实在在说，决定不可能有两个是同样的，不可能的所以古都讲啊，这个现象是相似相续啊，有相续的、这种现象的存在啊，那个相续实在讲呢，是我们的错觉，不是真的相续啊。真的相是什么呢？佛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好，到处出生，随处灭尽，前面相跟后面相它不是一个相啊，但是它相似啊，所以古德说的这个名词很有味道，相似相续啊。我们现在明白了啊，相似相续方便说啊，
真是真的，那就是佛说。到处出生，随处灭尽的，这个里头相似相续都没有。这个现象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确确实实的是万分之一秒，百万分之一秒，千万分之一秒，亿万分之一秒，那个时间太短了。世尊在《人王经》上讲，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600生命，有900生命。那么照这个话来说，这一秒钟弹指弹4次，4×60再乘900，216000次的生命。这是我们讲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一秒钟是216000次。这个不是佛，这佛还是方便说，所以真实说呢不知，确确实实是千万分之一秒，亿万分之一秒。但是这种现象呢，在最近的近代这前几年不太远的事情，被科学家发现。所以科学家说了一句话，物质是无中生有。无是什么呢？发现。有是发现。发现从哪里生的？法相从法性生。那么法相，我们就想了，它带不带法性的性质？肯定是带着。于是我们才明了，只要是现象，是个法相，一定有智慧的相。那相不必说了，它既然有相嘛，它一定有德，它一定有智。智是什么呢？经文觉知。德是什么呢？给诸位说，那个德就是恒顺。不容易体会到啊。恒顺是法性的大德了。确定没有违逆，才叫恒顺。有违逆不顺了。那我们想想，菩萨不是法身菩萨，是法界里面的菩萨。并不完全顺，尽量做到顺，跟这个性德了贴得很近。他怎么能做到呢？那是学养的功夫我们今天讲
学问、修养。啊，所以中国古人呢，有一句话说：“学问深时意气平，意气平才顺，意气不平怎么会顺？”你想想看这个味道。啊，那么在《无量寿经》经题上，那就讲得更明显了。真诚、清净、平等觉，我们努力啊，朝这个目标去学习啊！啊，这是讲学问修养，达到这样高的境界，跟心得的越来越接近。从这里我们就明白了，啊，凡夫完全相背了，起心动念错了，信德里头没有起心动念，信德是什么呢？信德是大般涅槃。大般涅槃就是心的啊，般涅槃是梵语啊，啊，什么意思呢？清净极灭，这个清净极灭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个就是涅槃境界啊。你有没有看到大般涅槃？你有没有看到？如来究竟国地上的大般涅槃，你没见到？就在眼前。啊，你在动物上面见不到，植物上面也见不到，矿物上就见到了。所有一切矿，它没有起心动念，它没有分别执着。在我们的面前，随便觅一物，啊，这个一物，它有没有起心动念？它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哎，它真的恒顺众生吗？绝对没有自己的意思，啊，无论是佛是菩萨是天人或者是妖魔鬼怪，他都能随顺。那就叫恒顺众生。所以我们在一切矿物里面看到了，我们每天能不能离开？离不开。我们觉他的这个大地是矿物，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一切器皿是矿物，这个树木是植物没错，把它砍伐下来做成家具了，
它还是不是植物？不是的了，从植物就变成矿物了。啊，一个大树，我们把它做成张桌子，做成张椅子。哎，植物变成矿物了。啊，矿物一类的东西很多，我们每天吃饭的餐具，多半还是陶器、瓷器，它是矿物。啊，那么也有餐具是金属，啊，那还是矿物。它有没有见闻觉知？我们没发现，其实有的。那为什么呢？那是法相。法相跟法性分不开。性相亦如，性相不二啊。啊，什么时候科学在进步，能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证明出来？啊，就像这个水一样，水现在是被证明了。有见闻觉知，有色声音香味，啊，很可惜，现在的科学还不到家，啊，色声音香味只看到色，声香味还没发现。任何矿，任何自然现象，通通有色声香味。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科学，啊，佛法里面确实有高深的科学在里面，啊，那么你仔细仔细观察，它才真正叫恒顺。我们是迷失了自性啊！其实，跟诸位说，动物也好，植物也好，矿物也好，是一不是二，平等的。啊，迷了之后。你俩是在讲性德，并没有丧失啊，只是怎样呢？不得其用，这它正常的作用啊，失去了，变成什么？就变态的作用啊，它还是起作用啊，起作用不是正常的作用。那么这个就变成这十法界六道三途是这么回事情啊。真正觉悟的人，彻底觉悟的人啊，诸佛如来法身大士于十法界里面迷惑颠倒的众生感应道教啊，所以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啊。那个应是什么？应就是恒顺众生啊。什么人有感呢？任何人都有感。
心堂啊，平等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了。诸佛如来化身菩萨，现佛法界。念六波罗蜜根，就现菩萨法界。以十二因缘感现圆觉法界，以四谛感呢就现声闻法界，那叫恒顺呐。六道里面，啊，以上品十善，慈悲喜舍感。现天法界啊，以东品十善无界无常感现人法界贪心感现恶鬼法界嗔恚感现这个地狱法界欲痴感现畜生法界恒顺那我们要问那法性里头有没有这些法界没有啊，自性里头没有因为它没有所以它随着众生之感顺应啊，我们从十法界一真庄严里面体会到心得能随一切缘尽缘啊，染缘是六道，净缘是四法，四圣法界。啊，这就先把这个这些道理啊，事实真相，我们得搞清楚。然后才知道怎样学。你在恒顺众生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障碍了。啊，知道什么？知道恒顺是应该的。啊，那么在恒顺里面，十愿说得好，礼敬恒顺，绝对没有分别之处，赞叹为了爱护没有觉悟的众生，照顾没有觉悟的众生，所以顺他的善，不顺他的恶。啊，众生行善，赞叹；造恶，不赞叹。啊，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引恶扬善”。
那么其他的供养啊，广修供养没有条件。远近都平等啊，忏悔是属于自己的。为什么要忏悔？因为我们自己违背了自信啊，自信没有起心动念。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自性没有分别，现在有分别；自性没有执着，现在有执着。这是什么？这叫业障。啊，哪个人没业障啊？没有业障的人，就没有十法界；有十法界，就有业障。有六道，那就有很重的业障，这个要知道啊。这个要承认呐、啊。如果没有业障，世间人是有这种人，没有业障的，什么人呢？佛菩萨应化再来的，他没有业障，啊，他是恒顺众生的，没有一样不顺，就跟普贤这个神愿一样，承认再来。有没有有啊？啊，佛门里面，居士里面，高僧大德了，有成愿再来的。啊，他们来为我们做种种事情，就像啊。《华严经》后面善财五十三参那个样子啊，那些善知识啊，他们是佛菩萨啊，菩萨是法身菩萨，不是十法界的菩萨啊，来应化的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凡夫决定不认识，如果你要认识了，你就成了佛菩萨啊，决定不认识。这些道理大乘经论里面佛说的很多啊，不能不学啊。啊，为什么？你要是不学，你对这个道理没搞清楚，那个疑去不了，没有怀疑啊。大乘教里面说得好，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诸佛菩萨在世间实现，为什么？就为一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就这
这么一桩事情啊！啊，那是对什么？所以是根熟的众生啊。那对我们中下根性呢？中下根性也有个目的，帮助你断疑生信啊。我们现在讲的行受品是属于断疑生信啊，这个信心升起来了，那真叫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从此之后啊，你所走的道叫菩提道啊。啊，什么叫菩提道啊？回归自信的大道。佛门里面所谓是回头是岸。啊，我们现在是走回头的路啊。啊，回归自信。那么回归自信，一定要回向众生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功德啊，无条件的回向法界众生啊！为什么呢？这是回归自信一条捷径，决定不能啊功德退有哦。是的，我这个修行要把功德回向啊，回向给一切众生。那我还问你，你今天有财富，你的财富能不能更大，跟一切众生共享？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能不能完全无条件的供养一切众生？哎呦，这个难了。那你还是没有顺吧？啊，我只能把念经的功德、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所以，你那个很顺的时候做了一点点，万分之一二啊。啊，你不是全部无条件的，而诸佛菩萨、化身大师，他们的恒顺是全部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地方体会到？啊，那么今天这个世间的法律里面强调的所有权，所有权就不顺众生啊，甚至你的创作、你的发明，有所谓的智慧财产权啊，版权所有，翻印比旧啊，你要问的版权所有
谁所有啊？我所有，我不存在呀。金刚经你都念过，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持相，谁所有？所以你要晓得，佛法里头没有，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才叫恒顺众生。只要有丝毫占有的念头，恒顺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念佛回向啊，这个回向众生呢、啊，是真的是假的？有口无心，口里说得到啊，决定做不到。这一念的意义深广无有边际啊！这一念你要不学，肯定障碍你的物门，其他的不必说了。你永远迷惑，你永远不会开悟啊！你学的再多，学的再好，你所得的是什么？佛法里面讲，视之变聪。这个东西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正是《坛经》里面所说的：“此事福不能救啊，视之变聪是福啊。”不是慧眼、这个里面差别在哪里呢？真的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真是智慧。心不清净，没有智慧。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知道了，自己才能改过，才能忏出业障嘛。如果不知道，我们这个业障怎么能出得了？业障出不了，永远障住。障定、障慧、业障清净戒律。换一句话说，你戒定慧都不能成就。你有业障吗？我们可以从经典的这个启示可以这样说法：放下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你的境界圆满了，清净戒律圆满了，再放下对事出事法一切的分别，你禅定圆满了。三昧呀，如果你再进一步，把妄想、起心动念放下了，你智慧圆满了，戒定慧三修了。你不放下执着，戒定慧三修。没有份，
今天要求同学，要求志同道合的道友们、同学们，啊，一定要自己勉励自己，把《弟子规》十三页感应篇上面练习真正落实啊，那是什么呢？就学佛菩萨外表的样子啊，这个样子要学，学到成熟它就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呢？学到成熟啊，你自自然然的那个执着啊就淡薄了，越来越淡薄，戒定慧三学不是真的，相似的你会得到，得到一点相似的那个受用就不可思议了。那我们讲说人天成的佛法，啊，人天成是相似的佛法了。相似里面有等级啊，有几分相似啊，人天成里面至少有一半相似啊，50%啊，啊，执着完全断掉了，那就差不多到90%的相似啊，90%就是真的了，从相似就入真实啊。啊，天台家讲得好，用我们华严实心菩萨七性以前六性啊，从初心到六性实在讲是相似啊，天台叫什么？观行即即位啊，那是什么呢？烦恼没断是关系，如果烦恼断了，我们初心位已经把88品见惑断掉了，小乘正须陀洹果，大乘正初性位的菩萨相似位啊，多少相似呢？10%相似。二性呢？20%相似。到实性呢？100%相似。但马上就到初住了，就脱离十法界。那么换一句话说，烦恼没有断呐，是观行为呀。
天佛法啊。可是这个相思位啊，从初性到六性还是在六道，所以六道里头有观行，有相思，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学，非常认真努力的学，学样子啊，就是百分之百的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沙弥律》做到观行位啊。怎么样能提升到相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这样修学就会淡化执着，执着淡化了，就能够入相思。这恒顺的最初方便，不能不知道。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